B 还要再来一次吗？干这里啊！你以为只有你有 SKS 吗？也有这把枪吗？一个过来，弹过去吗？好，弹过去。好。可是我看他们好像在挑衅我哎。Oh shit! Help! Oh shit! 为什么他还没过来？对，他怎么没过来？为什么你没弹过来？干，你在哭？哇！吴龙辉，快跑啊！吴龙辉。快逃啊，吴龙辉！往地下走了，真的。哭啊！怎么都要死光光了？没有辐射板。欸，你要不要在下面摆阵？我觉得一定可以摆到东西。这里可以蹲吗？可是左边的人看不到啊。人家四个人一起来，你怎样打啊？完了。在我头上。哎呦，不同队的呢。欸，如果他被别队打倒，他一定会爬下来。跳下来了。三哥，三哥，打那个苏格连打的。逃啊！快！哎呦，太慢了，太晚了一点。屁啊，这伤还有延迟啊，我一下了。干呢、欸、干，这伤还有延迟啊。有什么强一点的枪啊，我他妈拿什么枪啊，每一把都掉。妹控枪啊，就只有妹控枪，我只推妹控。干，他逼我的，真的是小丑哎！快按两下是怎样啊？再少一个队友，他逼我了。我知道，我这也是这样子，但是你要习惯。你应该经历过这种事情很多次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，什么叫做改进喷子的厉害。改进喷子，我这边还有个金氏喷子，还是我这边给你个金氏喷子？不用，感性的就够了。这样我配感性灭控会不好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打架对不对？啊、我不带辐射板了。我不带了，刚就不带了。你知道打架，我已经转战了。我们现在太北了。看一下，六根金砖，24根金条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，我现在抓六块金砖，还有三个黑函，但是开不了了，没用。弹药，饮料丢的哦。对，好了，我不要搞队友好了。